OBD2 故障代码技术说明废气在循环传感器 C 的电路范围性能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通用的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 DTC， 这意味着它涵盖了1996年以后的所有品牌型号。但是具体的故障排除步骤会因车辆而异。车载诊断 OBD 故障代码 P044B 是通用故障代码，与在排气在循环 EGR 阀的 C 电路中引起的范围或性能问题有关。 EGR 阀的目的是将调节量的废气引入进气歧管，目的是将气缸盖温度保持在 2500华氏度以下。当温度升高到2500华氏度以上时，会形成硝酸盐 NOx，NOx 造成烟雾和大气污染。动力总成控制模块 PCM 或电子控制模块 ECM 的控制计算机已检测到异常低、高或不存在的信号电压。 请参阅制造商特定的维修指南，以确定确切的车辆中哪个是 C 传感器。EGR 操作原理故障代码 P044B 在所有车辆上都涉及相同的问题，但是 EGR 传感器和激活方法有很多类型，唯一的相似之处是它们都将废气排放到进气歧管中，以冷却气缸盖温度，在错误的时间将用过的废气引入发动机，会降低马力，并导致怠速或熄火。 考虑到这一点，计算机编程仅在发动机 RPM 高于2000时打开 EGR， 而在负载下则关闭。相关的 EGR 传感器 C 故障代码 P044A 废气在循环传感器 C 电路 P044C 废气在循环传感器 C 电路 DP044D 废气在循环传感器 C 电路高 P044E 废气在循环传感器 C 电路间歇异常症状取决于故障时 EGR 枢轴的位置。 服务引擎不久，只是灯将点亮，并将设置 OBD 代码 P044B。 另外，可以设置与 EGR 传感器故障有关的第二代码。代码 P044C 涉及低传感器电压，代码 P044D 涉及高电压情况。如果 EGR 枢轴被部分打开，车辆将无法很好的怠速或失速，在负载下或高 RPM 时会听到爆震的声音。 所有潜在原因 EGR 传感器 C 不良传感器线束故障 EGR 销钉卡在关闭位置，并且积碳阻止碳纤维打开 EGR 电磁阀真空不足 EGR 电磁阀不良 EGR 位置传感器不良差压反馈 EGR 传感器维修程序。所有 EGR 阀都有共同点，将废气从排气在循环到进气歧管。 除此之外，它们在调节枢轴的张开和感知其位置的方法上有所不同。 以下维修程序代表了导致 EGR 系统中大多数故障的最常见问题。线束或传感器故障需要维修手册，以确定正确的电线识别和诊断程序。请记住，制造商之间的接线有所不同，并且如果探测到错误的电线，计算机的反应也会不佳。如果您使用了错误的导线，并通过计算机的传感器输入端子发送了过多的电压，计算机将开始油闸。 同时，如果断开了错误的连接器，则计算机可能会丢失其编程，导致车辆无法再次启动，直到经销商对计算机进行重新编程为止。代码 P044B 表示 B 电路故障，因此请检查 EGR 传感器连接器是否腐蚀、端子是否弯曲或推出或连接是否松动。清除所有腐蚀，然后重新固定连接器，卸下电连接器并卸下 EGR。 检查 EGR 进气和排气是否结胶，必要时清除任何胶化，以使枢轴平稳地上下移动。检查从 EGR 到电磁阀的真空管路，如果发现任何缺陷，请更换真空管路。检查螺线管电连接器是否腐蚀或损坏。如果车辆是福特汽车，请沿着两条真空软管从 EGR 到歧管后部的压差反馈 EGR 传感器 DPFE， 检查两个压力软管是否腐蚀。 经验表明，这些软管会堵塞废气中的碳。使用小号螺丝起子或类似工具，并清洁耐腐蚀的软管，传感器将重新开始工作。如果最常见的测试未能解决问题，则需要维修手册以继续测试接线电路。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使用适当的诊断设备，将车辆运送到服务设施。他们可以快速识别并修复此类问题。